小师弟要下山喽。哇，师父，十五年了，也该下山去做你该做的事了。自从十五年前天阴门害死你父母之后，现如今他们在江北已经是根深蒂固，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连根拔起，彻底铲除。知道了，师父。如果不把天阴门铲除，我也没脸回来见你，更没脸面对我已故的父母。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完成，找到你六个师姐，和他们完婚。啊，我这六个师姐都这么漂亮，如果全给我当老婆，怕我这小身板有点扛不住啊。算了，不管了，还是先找到他们再说。混蛋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声音放大，放开！大师姐，放开！放开！你他妈谁呀？找死是不是啊？我再说一遍，放开！不行，我赶紧滚！十年不见，武功进长不少啊。大师爷，你还能认出我？你个小王八蛋，抱着我睡了三年，就算是你化成灰，我都认得出。来，让师姐抱一个。大师姐，你那里好像有点大。你，大师姐，刚才的那个小混混是你安排的吗？聪明。对了，师傅这次让你下山历练，有没有交代什么？师傅让我把大师姐你还有其他几位师姐都娶回家。啊？哎呀，跟你开玩笑呢。大师姐啊，肚子饿了。好，师姐带你去吃大餐。哦，对了，顺便把你六师姐也叫上，她知道你要来云城，昨天晚上激动的一宿都没睡。六师姐，哎，我也很想她呢。要师妹。大师姐，我刚得到小道消息，小凡被陈老虎的人抓走了，我要去救他。完了，老六肯定搞错了，我得打回去跟他说清楚。哎，大师姐，一会儿再给六师姐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你小子。走，把我弟弟交出来！放眼整个云城，没有人敢带刀进我白虎堂。少废话！你要是再不把我弟弟交出来，灭了你这白虎堂！不知死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送到我床上去。跟我玩，你还嫩了点儿。不过，你这朵玫瑰啊，真的是还挺白的哈。一会儿我要好好品尝品尝。别走。迷香，下次那里收摊。小师弟啊。六师爷，你放心，今天有我在，没人会动。不，跑到我白虎堂来抓你。那你可是来错地方，给我上！你别过来啊！你要干嘛？装逼！崔清香，六师姐，你坚持一下。我先去带你回家。
以前我会把持不住的呀。小师弟，师姐好热呀。你不是说你喜欢你六师姐吗？喜欢？也不能趁人之危是吧？六师姐呀，我是真的扛不住了，你就先别去一下他。老六他怎么了？他被陈老虎下了催情枪，刚在车上差点把我给吃了。吃了？小师弟，师姐好热呀！师姐好热呀！你就帮帮师姐嘛。还是让大师姐帮你吧。啊！哎，小师弟，老六。就别装了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你那拙劣的演技，也就只能骗骗小师弟那样单纯的小男生了。我本来就要成功了，也不知道谁教了他一招点穴。老六，我觉得咱们应该趁着小师弟现在情窦初开，先下手为强。那要不今天晚上咱们继续？小师弟，大师姐，怎么了？也没什么事儿，我买了两瓶好酒，想叫你下楼尝一尝。行，我一会儿换好衣服就下去啊。大师姐，要不你先出去一下。我们小凡真的长大了。先喝一口吧。喝吧。真好喝。咱们三个人喝酒怎么拿这么多杯子呀？这其他四个师姐不在，这个酒呀你替他们喝。怎么不愿意？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可就告诉其他四个师姐，我们小凡呀不认他。别，我喝还不行吗？小师弟，这酒好喝吗？好喝。好喝就多喝点。六师姐，你怎么不喝呀？你知道的，六师姐啊酒量不好，这个酒呀你替我喝。这个酒呀你替我喝。行，我帮你喝。再来。小凡，小凡你醒醒。小凡。大师姐，那是你先来还是我先来？我看咱们还是先得把他弄到船上去。姐，我怎么感觉怪怪的？走，去看。小师弟，你没事吧？六师姐，我没事，你和大师姐早点休息吧。居然被这臭小子给耍。居然被这臭小子给耍了！哎呦，大师姐、六师姐，走，
看二位的脸色不太好呀。混蛋，白眼狼。合着我也没得罪二位啊。昨晚你。昨晚我喝多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那我问你，厕所的味道什么样？还不错吧。这么恶心。你看什么看？再看，把你眼珠子给你抠下来。大师姐，你不说今儿三十九不回来了？暂时回不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医院那边出事了。小犊子，你给我出来！回家。小犊子，我先把出来。小犊子，我先把出来。不听我的，让兄弟一点。我就问你，我老婆的病是不是你的问题？别不说话，你说话呀！对不起，因为我的疏忽让你的妻子变成这样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是，但是个屁！我告诉你，要是我老婆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王先生，你先消消气。再说周医生已经道过歉了，道歉算个屁呀！啊，就是因为你没医院，养着那群废物，我老婆才会变成那样。谁废物呢？把话给我说清楚！我说你是废物，再骂我去试试。我不仅骂你，我还要打你！我不仅骂你，我还要打你！你一个报警的话，我就丢你！你谁呀、啊、你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治好你老婆的病。你这，我们医院的专家都束手无策，你能治好他老婆的病？那就只能说明你的专家都是吃干饭。你，小师弟，孙师姐，好久不见。周姐，你认识他？对，他就是我那个小师弟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小神医。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小神医。呸！屁神医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？赌什么？如果我治不好你老婆，我下跪道歉；如果我治好了，你只需要跟我师姐道歉就行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我可以替他打保票。谢谢院长您的信任，但是呢，医院有医院的规矩，还是由我三师姐操刀，我负责在旁边指挥就好了。我同意。周医生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给您道个歉，对不起。你也是旧情新切，不用向我道歉。走，我们出去了。傻小子，你看什么呢？我记得三师姐，你以前好像也不爱吃木瓜呀。木瓜？你，臭小子，师姐你也敢调戏啊？招打！招打！师姐，你好像压到我了。你个小坏蛋，你这些花花肠子都是从哪学来的？疼疼疼疼疼！师姐，还知道疼啊？活该疼死你！这都是师傅教我的，他说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屁嘞！什么爱不爱的？你个小屁孩，懂什么呀？我不是小孩子了，师姐，我要娶你当老婆。你说什么？我已经长大了，我要娶你当老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师姐，我要娶你当老婆。呸呸呸！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可是你师姐，你怎么能娶我当老婆呢？我不仅要娶你，我还要娶大师姐他们，这可是师父的意思呀。那也不行。三师姐，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？没有，三师姐怎么可能会讨厌你呢？三师姐，我知道你从小就心软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也不强求了，我这就给师傅打电话说明情况。哎，小凡，你误会我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那你就是愿意我娶你当老婆了？啊、嗯！真甜。
姐，我们回来了。老师，医院的事情解决了？嗯，解决了，是小师弟帮我解决的。哟，看不出来呀，这小师弟还会医术呢。那当然，师傅可是把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我了。哎，那正好，六师姐啊，最近胸口闷得慌，要不你帮我看看？你还是让三师姐帮你看吧，我去厕所吧。又去厕所？喂，你这个人是不是那方面不行呀？有没有问题？咱们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有没有问题？咱们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大姐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师姐们是真的不打算放过我呀。不过我现在处于修炼的关键时期，如果破功，后果不堪设想呀。还是忍吧。大师姐，你们这喝酒怎么就三个杯子呀？不然呢？这能不能给我也尝一口？味道是不错，深思不觉，怪怪的。味道是不错，可是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大师姐，还是你狠。这小子变聪明了，必须得出绝招才行。大师姐，您往酒里下的药，小师弟会不会中毒啊？放心，不会的，我那只是普通的迷药，只不过量大了一点。真好，这样呀，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小混蛋呀，姐姐会好好处理的。公平起见，我们一人一次。什么一人一次啊？亲他呀！我和小师弟已经亲过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们回来的路上，小师弟他强吻了我。真的吗，三师姐？被小师弟强吻是什么感觉啊？感觉很奇妙，我也说不上来。要不你们也亲他试试？你们也亲他试试？我先来。这真要紧呀、啊！刘师姐，你来真的呀？你怎么醒了？哎呦，我的身体啊，早就练到百毒不侵了，大师姐，所以你的迷药对我是没有用的。三师姐，你怎么也跟他们俩同流合污了？小师弟，我……你个小混蛋，你说谁同流合污呢？我拿你们当师姐。你们需要睡吗？这个家我怕是待不下去了。我站住！站住！小混蛋，戏演够了就回来乖乖坐好。大师姐还是你聪明。你那破演技还不如老六呢。老三已经跟我们说了，师傅要你跟我们六个完婚，这事儿是小时候就定下的，你为什么总躲着我们？那个，你该不会那方面真的有问题吧？怎么可能，我可是金刚不坏之身。那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们？我是修炼了一门功法，最近正值关键时期，所以哦，我明白了，童子功。行，差不多吧。有这事为什么不早说呀，害得我们。你在我家吗？
师弟，我师弟在山上跟师傅修炼，真是找人。你放开我，臭流氓！你放开我，臭流氓！快点！放！我师姐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解释什么解释？臭流氓！老实点，只是一个比一个狠。师姐，这家里进贼了，快来抓贼呀！哎，放开放开，祖宗，睁大眼睛看看老五，他是谁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他就是个贼，还是个花心贼。这误会大了，他是咱们的小师弟黄凡。什么？他是小师弟？什么？他是？小师弟，吴师姐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小师弟，还真是你。哎呀，我刚是不是弄疼你了？要不我给你揉揉？不，你咋还害羞呢？那小时候跟师姐一起洗澡，也没见你害羞呢。吴师姐，你别说了，我丢人。哎呀，有啥丢人的嘛？少来，他要是知道丢人啊。小时候就不会偷偷摸摸的钻进我的被窝里，他还穿过我的裙子呢。他呀，小时候还被我弹过。六姐，别说。好好好，给你啊，留点脸面啊。司机师傅，麻烦开快点。千欣，之前几次都没见你这么着急回家，这次不一样，我小师弟回来了。小师弟，帅不帅呀？啊哎、怎么了？罗小姐，前面辆车挡住了，我下去看看。你他妈怎么开车呢？你们他妈怎么还打人呢？干嘛？你就是洛千欣？我不是。你要对我们家千欣做什么？你放开我们家千欣！千欣！走哪儿了？大姐，千欣被绑架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，大师姐？千欣被人绑架了。什么？什么人干的？暂时不知道。老六，你江湖上的朋友多，派人去查查。老四正直当红，敢在江北地界绑架他，对方来头肯定不小。大师姐。查出来了，绑走司师姐的是霍天龙，是他。什么？是他？大师姐，你好像很怕这个霍天龙啊。小师弟，你有所不知，这霍天龙是在咱们江北地界出了名的龙头大哥，无人敢惹。可陈老虎比起来呢？陈老虎给他提鞋都不配。这霍天龙是出了名的色，老四落在他手里。凶多吉少，要不我带点兄弟杀过去。你少惹点事儿吧，别省得老四没救出来又把你搭进去。那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呀？大师姐，四师姐还是我去救吧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大师姐放心，给我。霍先生，那个女明星带回来了，在您阁楼的床上躺着。行，知道了。
千欣小姐，晚上好。霍总，怎么是你？千欣小姐现在是大明星了，霍某想见你一面太难了，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请你过来了。霍总想见我，我很高兴。但今天真的不行，我得回家，麻烦霍总请方便。都是借口。霍总，麻烦您放心一点。他就是一个戏子，你给我装什么装？霍总，你干什么？我就喜欢你这股骚劲儿，来吧。小师弟，我四师姐岂是你不碰的？来人，快来人！老总，别叫了，你的人早让我干翻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天龙会数百人，怎能被你一个人？自己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四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倒是你，什么中了招？这个事咱们出去再说。四师姐，你这样就不怕让狗仔拍到啊？拍到就拍到，我乐意。你是有公关团队，可以肆无忌惮，但我不行啊！这一旦被曝光出去，我还怎么找女朋友？哎，不准你找女朋友！我这都长大了，你还想管着我？不准，就是不准。不找女朋友也行，要不你做我女朋友？好呀。你不考虑一下？不用考虑。如果你愿意和我在一起，我愿意为了你退出娱乐圈。你确定？当然是骗你的啦，臭小子，敢打你四师姐的主意，我腻歪了，赶紧走吧，大姐他们还在家等着呢。再喝点呗。五师姐酒量怎么变差了？五师姐，五师姐，小师弟，谢谢你。因为你最近有心事啊？最近确实遇见一件烦心事。那你说出来呗，我帮你。哎，兄弟，让一下呀！啊！哥们，找女朋友呢。我跟你说，这学校里边我认识。女朋友叫什么呀？说不定我还认识呢。
秦一云。笑什么？哎呀，瞅瞅自己啊，什么德行？秦绣花会喜欢你？难不成喜欢你啊？秦绣花呀，喜欢的是我这种帅气多金的类型，懂？师弟，哎，妹妹，小花对我笑呢啊！你们什么关系啊？你们什么关系啊？弱智吧，这都看不出来。来，还有这边。秦一云，没必要这么恶心我吧？恶心你，我有吗？我为你做那么多啊，你不答应我就算了啊，找这么个垃圾来侮辱我啊，耍我呢？周凯，请你对我男朋友放尊重点。尊重？他也配？还有你，臭婊子，都是一丘之貉，看什么看？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侮辱我师姐，老子抽死！好，这巴掌本少爷记住。我们走吧。大飞，帮我查个人。武师姐，你怎么了？周家在云城权势滔天，这肯定会找你麻烦的。就这事儿，不用你操心。就算周家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周家的。担心你这副打扮会被街上的臭男人盯上的。老娘呀，就是要缠死那帮臭男人。走吧。看什么看？再看把眼珠子给你抠出来。刘师姐，你这一上街。想必是男人做梦吧？你才知道呀，只有你误解风情。小师弟，我总感觉后面有人跟着咱们。小师弟，我总感觉后面有人跟着咱们。你说，不会是那种专门搞偷拍的变态吧？要真的是，老娘阉了他。还是你狠。放心吧，师姐啊，只是对别人狠。对你啊，不配。走吧，走走吧。陪你逛了一天啊，我腿快累死了。要不上车我给你坐。小坏蛋，又想打师姐的主意。我也有。胆小鬼。站住！鱼儿上钩了。站住！鱼儿上钩了。这小妞长得不错啊，你跟王凡什么关系啊？关你屁事！哟。哎，这个小辣椒啊，哥几个听着啊，一会儿别伤着，带回去，让我尝尝这小辣椒。哇！
现在还辣不辣？该出来了，给我上！吃几口，我真吃不动了。那剩下的明天再吃吧，你扔了怪浪费的。六日啊，你再吃几口，我真吃不动了。那剩下的明天再吃吧，你扔了怪浪费的。啊，小师弟啊，我想问你一件事儿。说。就是你武功修炼到什么程度啊？你问这个干嘛呀？小师弟，我其实呀是有件事想求求你。怎么了？你说吧。你也知道，我当时下山下的早，跟师傅压根没学到多少本事，所以啊，我想跟你一起修炼。可以，但是啊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心理准备？第一次会很疼。我想跟你。一起修炼，可以，但是啊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心理准备？第一次会很疼。你昨晚一直在小师弟的房间，你们除了吃鸡，还干什么？你就别问了，大师姐。王凡，你给我出来！这还好好跑得快，要不然必被大仙抱走。这里灵气充裕，还蛮适合修行的。站住！这里灵气充裕，还蛮适合修行的。站住！那倒是挺快的，杀了我们组长还想跑？他该死！少废话，把你身上东西交出来，得留你全尸。东西我早就扔了。扔了？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不要脸！说你们两个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，你算什么本事啊？二师姐，你说你们两个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有什么意思啊？二师姐，你们俩想怎么死？口气不行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们是谁，动我二师姐，动我死。
二师姐，二师姐你醒醒。糟糕。二师姐，他怎么了？我在林间修炼，正巧碰到了二师姐被追杀。追杀老二的人呢？被我杀了。那老二现在情况呢？不容乐观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给他治疗。情况不容乐观，我必须帮他尽快治疗，你们先出去吧。二师姐，你的伤势太过严重，隔医治疗我怕效果不大。对不起，二师姐。我是王茶，敢冒充我小师弟，找死！二师姐，是我，我。你是？我是王茶啊！还敢冒充我小师弟，我杀了你！老二，住手！大师姐，他是你小师弟，不认识了？小师弟。真的是你，二师姐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！哎呦，脸都打肿了，来给你吹吹。二师姐，吹吹倒不用了，还是先讲讲你的事儿吧。我的事儿？我听大师姐说你都好多年没回过家了，还有刚追杀你那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加入了一个叫五盟的组织，由于身份特殊，所以不能经常回来看你们。我知道这个五盟的，他们是一个专门网络天下高手的组织，而且情报系统也是一流的。没错，我加入五盟就是为了调查清楚小师弟的身世。之后我也查到了一些线索，查到了一个叫天一门的组织。顺着这条线索，我查到了天一门潜藏在云州的一个堂口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把他们的一个组长给杀了。我明白，那两个黑衣人也是天一门的人。对，二师姐，谢谢你帮我调查这些。傻孩子，给师姐还用说这些吗？哎，小师弟，那你既然得到了这些线索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顺势而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宋总，如您所料，周氏集团向咱们施压了。赵会长那边怎么说？赵会长说，周家这次是铁了心要打压咱们，商会那边也很难帮到什么忙。白老板，客户那边要跟咱们终止合作。看来，简玲还去戏凌云。帮我备车。是。你说他会来吗？他是个聪明人，应该会来的。不但聪明，而且来头不小啊。青原子的大徒弟，来头的确不小。老爷，他来了。宋小姐，请坐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请的来人叫王凡啊。弟弟做错事，我这当姐姐的有责任，我来给您赔罪了。那个人把我儿子阉了，这个事儿你觉得应该怎么赔？这小王八蛋下手够狠的。我知道，
王凡做的有点过。这样吧，我可以出资把你儿子的伤治好。不用，我周某人不差那点钱。哼，那就是没得谈了。不，有的谈。我听说你是清源子的大徒弟。你只要告诉我现在清源子在哪儿，咱们就可以谈。师父他老人家云游四海，居无定所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不说是吧？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说。来人！赶快把这视频发出去，我就不信青岩子那老家伙沉得住气。是，可以。大师姐，我还来的真不少。既然来了，那就都留下。既然来了，那就都留下。欺负我大师姐，我弄死你们！你是他的对手，让我来。再给爸爸挠痒痒，看来天一门的人也不会生气。走，来。老头子，该你。别！当年杀我父母，有你。我也是受人指使的。谁指使你？是天。天一门人指使我干的。天一门，大师姐，你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大师姐，天一门的人为什么会抓走你？天一门的。对，就是周北雄，你怎么会落到他手里？我去帮小凡说情，可没想到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小凡，而是师父。师父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，知道了我们的身份，他们控制我就是想逼师父出山。难怪他你们这帮孩子真是不让我省心，你们这帮孩子真是不让我省心。师父，师父，于飞，你的伤势如何？我没事。师父，您老人家怎么突然下山了？那些人绑架你之后就放出了消息，为师放心不下，所以就下山来看看。是师父，请你没必要下山的，我能保护刘师姐。臭小子，你能保护个屁！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，那雨飞怎么会落到天一门的手上？算了，是我低估了天一门的手段。你的六位师姐下山早，我的本事他们只学到了些皮毛。面对天一门这样的敌人，想要自保非常难。师父，
您要有绝招，您拿出来啊！你猴急什么呀？师傅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小的时候啊，我将你们七个人带上山，就是为了修炼这部七人大法。没成想，后来因为一些事情，让你们提早下了山，修炼之事，所以呢，就拖到了现在。多人修炼的功法，师傅，你能不能说直白一点？这个怎么修炼？什么？你让我和六个师姐？嘿嘿嘿，没错。七星圆珠，竟然怎么你下了好大一盘棋？